馅儿就行。嗯，对，午餐肉那就热一下。这个什么，我盖上了，又怕猫给撸那个。我夹子里头，要不然现在也得那个那鱼丸儿，我说那得煮一下，鱼丸也得煮会儿呢。鱼丸也煮完了，对啊，而且鱼丸煮完了，它熟了，它就飘起来了嘛，就捞出来就完了。这是那个白萝卜，没事你就倒进去吧，没关系。行，我来看着弄这个，那个弄熟。今天就是简单、啊、简单好，对，十六岁了，我们在小孩吃什么，饺子好了，你们可以先吃饺子，他是小饺子，鸭子快，饺子好了、哎、我先上去吧、哎嗯哎、啊，那个翻译就好，在这儿吧，对，就在这边吃。哦哦哦，是。要是他爸妈来，我就晚回中国算了。他爸妈做饭也好吃，算球。哈哈哈哈哈！爸爸是小姨的，小姨的什么？也，我是他的小姨。哦，你是他的小姨啊、哦？你们俩有点像，有点像。咱们就在这边那个挤一下、哎哎，因为正因为那个就是一盆儿，你在那儿也够不着。是是是。沙梨干。他先干活吧，他今天事儿太多了、哎哎。他待会儿吃完饭就得赶快接着干。哎，这饺子看着舒服吧？看你特殊人物给你的，我们是吃辣饭。哦。我们吃的饭是辣的，你不吃辣的。没事，我吃。你吃吧，你尝一个。虽然是给你的，老子还是要尝一个哈。给你老子，老子。是老子吗？小姨。他把这发了个饺子，然后那个小雨的饺子，哎呀，哎好吃哦。他给发了个小雨的饺子。哎呀，他的饺子不掰哟，你吃他饺子不得吃人家的饺子了，真的。你吃一个嘛，你要一包水。其实啊，小雨，你的饺子根本不用酱料，可好吃了。不要拿这个了，拿那个都用一次性的就完了。啊，你放心吧，就一次性的小雨饺子。对。哎，吃了小雨的饺子，其他饺子你都不想吃了。你别管了，你就吃那个就完了。怪不得。那个唐老鸭，唐老鸭就忘不了，就是根本都不需要香料。今天有一个小菜，你不尝尝吗？什么叫小菜？吃饺子就小菜。真的？哎呀，唐老先生，唐老师，唐老鸭先生一生只为这一刻，就为了吃这个饺子，是吧？哎，你看那个司令尝尝，真好吃，真好吃。一舀一包水，你必须要用碗接着，一舀一包水。你这几次吃了？第三次了吧，你发过的，小姨的饺子，第三次，今天我也来吃小姨的饺子，你尝一下嘛，真的好吃，小姨还有什么小菜？就剩最后这点了，是吧？哎呦，还有，哎，你吃啊，你吃啊，我舍不得给他吃吧，啊，真的好吃，这一碗只给他一个人吃啊，就这么多，我们也得尝一尝，我也得尝一尝，啊，小姨的饺子。你尝一个，你尝一个，小姨的饺子只有这么多。小姨的饺子，注意到有水啊，有汤汁。对啊，他的饺子都有汤汁的。这个是明天新包的，所以汤汁特别的好。小姨的饺子。哎，Yeah, I mean the neighbor just have dinner now. 拿那饺子，yeah, 试试。哎、talk to you later. OK. 啊 ，OK. 啊，拜拜。有点的，可以吗？可以。好吃吗？好吃。好吃，这个。哦。小姨的小菜，你看这都是拿出去了。得拿饺子蘸着吃。哦。小姨的，你的饺子根本不用。小姨的，那个不是专门蘸饺子做的，好吃。鸭子，我再吃一个啊。那你吃好几个了。不，我说我再吃一个，我才吃第二个。哦，你怎么这数学怎么学的？我都懒得回答，没时间回答，赶一说话就。我再吃第二个，小姨她就说话就耽搁了，我说讨厌，吃少了。快，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嗯，你关键是你回北京就吃不了了。
对，我们还能吃。不是，我就是我到小姨回北京的时候，我在吃，你们才吃不着了呢。没错，是吧？嗯。讨厌呐。嗯。这个小菜就是我那个门口我就随便种的那小辣椒。啊，小辣椒弄的哈。对。然后本来都不要现包的是吧？不要，我再吃一个。是吧？嗯，真好吃。小姨啥时候回去？我就是1月6号，是吧？是。1月6号。哎，我是12月6号。跟我差整整一个月。你走了，他爸妈来了。啊，行，我又有吃的。他爸妈做那个肘子可好吃，他爸做的肘子。哦。都是你的，还有饺子啊？不要抢啊！那不行，我就要吃了。刚才我是不好意思啊，哪人有能就煮这几个饺子？哎呀，这是另外一个味道吧？也有，这是都是白菜的。哎呀，不行了，我主要是他以为没了，他就我就不好意思。唐先生吃芹菜，哎，唐先生还吃吃吃吃芹菜，啥都吃，啥哎呀，不行，我小袁，我对不起你了，我要吃饺子。咋子嘛？你刚才咋不吃嘞？还有另外一个焖的饭。叫这个吃叫做烂饭，饺子只给他吃嗦，你看他已经这个叫你有点偷。哎，你要偷我的干啥？你吃了你自己的哟。小姨她要偷我的饺子，她那自个儿没吃完，偷我的。没事，我看你。热乎的那个，要凉了就没有那个。一个味儿的吧，这两个一个一样。是一个味儿的。哦 ，OK， 吃，唐老鸭吃，我给你拿过来，他吃那个。哎，不，我不吃他那个。鸭子好意思吃下，对，或者稍微凉点更好吃。嗯，好吃。唐老鸭，不拍了，还有10分钟。行。我十分钟以上我是发不上去。哎，不能拍太长，我就来快吃，我就马上吃。我还有4分钟。嗯，4分钟的任务，拍我们小石头。小石头。小石头不理我们长。藏起来了，已经藏到那边了。哦，这样。对，小姨。对。哎，然后小姨包。小姨夫感谢你没有啊？我们小姨人特好。说你这么照顾鸭子，感谢没有啊？没有，就是你，就是那个小姨给我包的饺子，刚一吃，结果嘿。怎么了？我说是小姨夫，是我铁粉，汽车旅行家，然后大姨妈就找我抢饺子吃了。去。吃饺子。好吃吗？哎，对。小圆他坏着呢，刚才路上他就说，啊，不能叫鸭子，叫唐老鸭。哎呦我的妈呀！发上去哈，嗯，都是9分多钟，嗯嗯。他现在上瘾，一天发好几个。对呀，啊，所以他就是正式成为你的助理了啊。嗯以后我们游世界上把你带的。太喜欢游世界。行。小姨饺子哇。啊。小姨饺子。嗯。对，真给的。你说叫小姨饺子真是挺好的一个名字啊！以后你小姨逼的只能到美国来开了，不愿意在北京开，只能到美国开。北京我都哪干，我美国也干不了，干不了，家里吃的干得了。嗯，哎呀，多大岁数了，我都七十了，我还你听我说，你不开店就是那个谁，你还记得？我不说这上面不说是谁了哈，就是邻居他爸妈来玩的时候呢，就他妈会包饺子。包括大家都喜欢吃，就在卖，比如说50美金多少个，嘿呦，根本都跟你说都不够，还打电话让他预定，我就老买他的饺子，懂我的意思？就在群里面卖，就是多的是爱吃，在群里面卖，哎呀，那喜欢的那比外面买的多好啊。你就在这弄饺子都够了。对，说那个周孝正就是卖饺子的，但是我也没敢去。哪儿？周孝正就是卖饺子的，说1美元一个。对，那把那个放到碗里头。不是，他那饺子比较大，说是跟锅贴似的一种东西，一美元一个。我叫你1、2、3，你看我哈，1、2、3，哎，就那小爷，不错，我放封面上这个相片。哇，天！啊，对，你看他都知道弄封面了，现在。跟你学噻，啊，过两天就把师傅饭碗给砸了，肯定要砸你的饭碗先。哎，这是新手上路，多多关照。这个是，这个是，是不是啊？嗯。这个是教你怎么玩那个呢？嗯，编辑封面。但是你一定要把唐老鸭收进去，哎，还吸引人，你刮的哟。就是啊，小姨饺子哦，应该发唐老鸭。不是。就是小姨饺子和唐老鸭，和唐老鸭的最爱小姨饺子，这个对话，唐老鸭的唐老鸭最爱小姨，然后逗号饺子，是吧？行行行，
一定要唐老鸭最爱，对，对小姨饺子。你招人看就是敏感啊，唐老鸭最爱小姨，然后在后面就是饺子。逗号，逗号，饺子，饺子啊，应该是横杠号。哦，横杠，横杠号，小姨最爱，你说对了，不要不爱，不说最爱哦，唐老鸭。最爱，挚爱都行。不要吃，不要吃这，就最爱。对，然后就是小姨杠饺子。对，对，你看就是，对，一看这个，史肥肥这个那么多高餐，哦，对，最爱，小姨来个横杠是对的，正确，来个最爱小姨，那个最爱呢后面有一个东一杠一杠一杠，最爱横杠，哦，最爱要一个横杠，最横杠，一个横杠，啊，不对，最爱小姨后面一个横杠，听我的，哎呦，最爱。小姨再来一个横杠，这不能要横杠啊，最爱就是直接就是小姨就完了，小姨最爱才标题嘛，对不对，才抓烟抓烟球的，对，没有一瓶无所谓哇，汤蒸小姨饺子，我最了解汤蒸强大的风封面放到我们小姨啊，对对对，就这样，哎，但是我这个封面是很竖的拍的，应该横的拍哈，无所谓，可以剪裁，可以剪裁，都几点啊，饺子，那个他没下，我看发得出去吧。那就是一路我们就在讨论，比如说今儿这鱼，就是你自己发现的一些该怎么改善一下你这钓鱼的这个技术啊，或者什么，就我比较喜欢跟这样的人一块钓鱼。那你们钓鱼的人一般都不喜欢吃鱼是吧？听说，反正倒也不是，但是问题钓鱼吧，你太多了，你什么东西吃多了你也不想吃。对对对对对。而且呢，我也是每次钓完鱼回来都好累，哦，然后呢，你要弄了一堆鱼，不想弄，对，弄了一堆鱼回来，你也不可能说你跑出去玩高兴了回来都让家里弄，那不可能的事，所以就是，所以你不弄回来，所以自从对我就不弄回来，我经常在路上就送人，不然他们都打脸。那钓，我看那中国钓鱼都是坐在水边，那摩托艇钓鱼，不是中国钓鱼，就是现在钓鱼跟原来咱们概念那钓鱼是两回事儿，就是咱们原来我们原来朋友一说就是钓鱼，说那不是一老头的运动吗？啊，那会儿概念里就是往那儿一坐，一等等一天，不一定上。现在这个钓鱼是个运动哦。就是现在钓鱼我们都不会，就是都是那个叫它叫那个什么路亚钓嘛，就国内也是，它就是要用那个假饵，所以你要不停的甩出去，哦，然后做各种动作来引诱，引诱那个活的鱼来吃这个假饵，所以你呢就要，而且你也要不停的找这个地方找鱼什么，就那钓一宿鱼就一点都不带坐着，哦，一晚不停的在，那鱼就是被一个假饵就会来咬钩，对，就是不同的鱼它可能你要用不同的假饵啊，然后你可能手法上也要有不同的这个方法，就完全靠你的动是吧，对，靠你的动作，而且在不同的情况下，比如你看我们特别喜欢钓带鱼啊，这个带鱼只是好吃，那只是一方面，带鱼特别好玩，因为每一次钓带鱼的时候，带鱼的咬口都不一样，咬口是什么意思，咬口就是说它吃东西的这种情况都不一样，你可能都要去尝试不同的方法啊，还有不同的这个饵啊，所以就是就很好玩，就是带鱼很狡猾是吗，还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每一次不一样，其实挺狡猾，另外每一次不一样跟那个跟气候跟季节跟那个这个一群鱼大小跟当天的月相潮汐都有关系，那就是那个海明威那种钓鱼是这种吗，就是那个老人与海钓鱼大鱼，不是，但他有，他也有这个，因为他那我看也是拿小鱼儿当鱼食去逗那个钓那大鱼，对，这个也是一种方法，就是那个就是我们这叫活饵钓鱼嘛，就是你先钓个小鱼，然后你再用小鱼去钓大鱼，你也可以用那个，就是说你完全不动，你就把它给甩到底下等着，这也是可以的。你也可以适当的，就是说动一动，然后让这个底下的这小鱼这活饵也动起来，这样就更容易吸引大鱼。那你一般钓的鱼都多大呢？那不一定啊，看那就什么品种的鱼。哦。而且美国规定很严格的，就是很多每一种鱼种它有规定，比如说它有很多都是，比如你低于多少或者超过多少不能拿啊，所以就是如果那你掉了赶紧扔了，不然的话有人来管。对，你就不要把它放在不够那个不够尺寸，对，是不能拿，对对，不能那个啊，对，它这边是有尺寸还有那条数的规定啊，就是你要，所以你
去钓鱼前你得把这些先研究明白了，要不然这个这个那一罚一条鱼呢就好几百，好几百美金。他每次把鱼好像是办一个证儿管一年，你去了每一次就不用交钱了，是吧？看你去什么地儿，也有的那种 fishing pier 是要收费的，但那个是他 pier 自己收费。哦，就是对，鱼证每个州不一样，价格不一样。就是都是。马里兰没有哈，马里兰那个有一个那个什么，我看马里兰有啊，乔治他那儿有一个、有一个 lake。就都是海，都是海。Water, 黑水，那都是海。黑山那块儿，黑山黑山，那那能钓。有鱼，但是那现在鱼都很小。就都是海里钓。也可以，也可以湖里哈。哦哦哦。美国淡水鱼有非常好吃的，啊、那个叫 crappie。中国还真没有那个鱼，现在开始有养殖的了。哦，那个 crappy 就是那个皮皮，我给过你那个，啊、对，那个那个梅鲈，啊、嗯，那个鱼真好吃，那是就我觉得是最好吃的淡水鱼。啊啊啊！啊，经常给我们鱼，哇！但是冬天不能钓了，太冷。冬天可以钓，啊、冬天可以钓 crappy。冬天我们冬天淡水比较好，海水就是海水，咱们这边不太行。看那鱼是真的、冬天的话就去佛罗里达，冬天都去，冬天它就水冷，就鱼就不上来嘛，好像是。对，就是、你深海可以啊，你可以出海，深海是还是有鱼的，哦、但是太那个太受罪了。咱们这儿出深海，我刚才进来看他们管啊，就有一个小的游艇啊、嗯，他们你可以去照照游艇，他的游艇，他们管那就是一个。小摩托艇，对，摩托艇还是挺好的，就是说对于就是因自己，美国这规定太多，像我们这 HOA 不允许停船，所以你没法，你买了船没地儿停，你得找地儿停，而且我们离海边太远，你船你都得拖着到海边，你要是稍微大一点的船太沉，我还得换车，所以就是摩托艇挺好的，速度又快，而且稳的。拿个网子，我们把那个放个鸡腿进去，那螃蟹泥饼它就这样子的，就是有的是那些哇，那个网子一提起来，里边全那个是螃蟹笼，螃蟹笼子，对，对的螃蟹。但是我们是用那个，我们是就是用一个鸡腿儿，然后呢，那螃蟹咬鸡腿儿，把鸡腿儿提到快到水面，然后拿一个抄子把它抄上来，对对对，这样速度更快。哦，对对对对对对，嗯哦哦哦，你也去钓过哈？没有，小姨也跟他去。哦，看他们钓。你妈爱白。这个发出去写的才不是这个。哦哦哦，我就拿根就拿根线钓，这不看见有鸡腿了吗？啊啊啊！哦哦，鸡腿那什么了？螃蟹上来了。他现在就鸡腿在这学啊？对，就他们姐姐学校。嗯。哦，姐姐是校长。啊。私立学校校长。他的姐姐。拿这个过那个面条也看，打你看小人的美哈，他是什么美？自信的美，真的。我就是不管他多胖，哎，站在肚子上掉三层，一个小背带一穿，呀，还见着你满脸的笑容哈，特自信，哎，就是我还觉得是，呀，我们夏威夷觉得自己美得很，就是有时候都胖子，就是你看着你看着都想乐，但人家穿一三点在那个海边上晒，特。笑得特阳光，你看见没有？他是那种美，我也感觉这样，就自信的美。对，人家哎，我记得我回中国的时候，不是我哎老露嘛，就这儿人说他们说，哎呀，你还敢这样穿呢？我没反应过来，什么意思？怎么敢这样穿？意思说你很胖。我说，哎呀，算了，那我在美国算瘦的了，知道吧？就像我说，你们应该到美国去走一圈，你看看美国女人的那种美，真的是自信鸭子，不管自己有多胖，吊带背心穿，人家觉得那美得很。哎，你也觉得她美了。很重要，我也感觉，我也感觉。小姨，你发现没有？特自信，真的呀，真的就穿不掉点儿，特自信。所以我现在回中国，我该露手，比该什么呢？我真的无所谓，你们爱咋说咋说，我觉得挺美的。妈妈，我怕，我这手背全是啊。哎呀，他还嫌胖，真是。我在中国算胖的。嗯。